本次竞标本着公平、公正、择优、双赢的原则进行，现在最终的结果已经在我手中。接下来，我就为大家宣布本次中标的公司是天合家居，恭喜！ 各位评审，我们公司一向与波提切利展开合作，我们的方案、标书做到了公开、透明，大家有目共睹，而且我们的价格在合理的区间之内。替换掉我们，依据是什么呢？辛总，要不要看看这份回扣单？ Mr. Dennis， 你不想说点什么？秦佳亮，之前这份520的供货报价上，怎么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份回扣的详细名单呢？ 回扣？不知道。但这个折扣，是我该还的。我不知道。真是我的好儿子，我真的不知道。各位。 谁能够证明这份回扣单的真假？据我所知，之前520项目的对接负责人是麦承欢，也是姚总的秘书，对吗？金总，麦承欢现在的确是我的秘书，不过当时他还在市场销售部。哦，麦秘书，请一步。 我在，辛总。各位，有一层关系可能大家并不清楚，麦秘书是全子佳亮的女朋友。佳亮一向是怜香惜玉，麦秘书的枕边风一吹，佳亮的骨头就轻飘飘的，不爱江山爱美人了。小麦秘书，我佩服你。 利用男朋友的关系要低价，然后来实现自己工作上的便利。辛总，520的项目确实是我对接的，关于折扣部分，是我亲自跟德山家居销售部的王总洽谈的，跟佳亮没有关系。你怎么谈的你自己心里清楚，但是我确实佩服你的手段，一边向德山砍低价。 一边在捏造这个回扣，咱们安的到底是什么心呢？不是这样的，我那天呢？不用争了，不管怎么样，因为这个回扣单，导致悦达总部对德山过往3年的供应价都存疑，总公司的审查部会针对这份回扣单清查德山家居和悦达高层是否存在有灰色交易。好了，散会。 各位等一下，我举报，我举报悦达内部存在泄露标的的情况，我要求封标。佳亮，佳亮，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回扣单我不知道，套标的事情也不是我做的，你要相信我。欢欢，我相信。
是投标的邮件确实是从你邮箱发出去的。你没有想过，如果是我投标给天河家具的，为什么举报的人是珠宝匠？秦佳亮，你的女朋友手段好呀，人家和自己的老板一上一下，一里一外，给你做了一个局，丢人现眼，还不赶紧走？辛总，佳亮，佳亮，陈冠，姚总找你。杨小宽，你给我说清楚啊，天河家居怎么会有你发的邮件？邮件不是我发的，我不知道，应该是有人盗用了我的邮箱。你是不知道，还是你敢做不敢当？我根本就没有做，我为什么要认？你们先别着急，我这就给 IT 的同事发信息问一下。姚总，我想请问您一件事儿。今天招标会上的回扣单是怎么回事？回扣单是怎么回事？回扣单是你把底价单一起发过来的，自己看看手机。不客气。底价单是王总直接发给我的，我直接转给了何柱。我之所以让你去谈价，是因为我看好你。姚总正式调你到行政去做高级秘书，以后有任何事情直接向他汇报。后面的你不用管了，你负责把活动做好就行。所以我谈完五二零的底价以后，你指明不让我再参与价格的事情，那个时候你就看到了回扣单，对吗？从头到尾你一直在利用我，破例提拔我成为招标会的负责人，让新家放松警惕，你好想办法找到回扣的证据。你做的这一些都是为了除掉新家，我说的对吗？新家只不过是个供应商，不值得我这么做。Mr. Dennis， 你不想说点什么？那就是除掉 Dennis。总而言之，从头到尾，我不过是你以新家和丹尼斯入局的一个棋子，对吗？不然你教我怎么做好了？我是悦达集团的总监，出现这么关键的证据，我难道还要顾及你的私人情感吗？你说我拿你当棋子，好，那你是什么？你是悦达集团的员工，还是新家的拥护者？啊？是，你说的没错。是我拎不清了，我只是以为你之前在工作上对我的重用跟期待都是真的，所以我心存感谢，
我也以为我们共同照顾奶奶已经算是半个亲人，我以为真心可以换真心，可是今天我终于明白，在职场上没有朋友，更没有亲人。不不不，陈欢，你千万别这么想。姚总本来是打算等这次招标会结束之后推荐你去悦达总部的。让我背负污名去总部吗？我不需要。集团的总监，出现这么关键的证据，我难道还要顾及你的私人情感吗？你说我拿你当棋子，那你是什么？你是悦达集团的员工，还是新家的拥护者？